舰长，欢迎回来。没错，修复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，三大模块在爱将们的努力下正在有条不紊地清扫 BBB 残留的病毒数据。放心吧，舰长，它的程序核心已经被我们完全删除了。就是，怎么，你不相信我们的实力吗，阿健？我们是来跟首席管理员汇报工作进度的，没有异常，请安心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去继续工作了，因为这次的骚动，很多以前没发现的 bug 也暴露了出来，还得催着策划去修呢。哼，那家伙可不会因为这点工作量就倒下去，以后还要靠他背锅呢。啊，舰长，你为什么眼含热泪？那就有劳爱将你们继续努力了。嗯，回头见。哦，是关于那天我告诉你的事吧？哦，舰长，事件已经解决了，你为什么还是愁眉不展的？原来如此，虽然只是游戏内的数据，但毕竟是帮助我们击败了 BBB 的伙伴，舰长是对他们感到不舍吧？舰长，舰长，你不必感到悲伤，因为现实中的他们还确确实实地存在着，就是字面的意思呀。崩坏三中的大家都是真实存在于某个世界中的人，和这里不同的某个世界中。嗯，可以说是，但也不太对。啊，抱歉，我没有让你感到困惑的意图，只是即使现在想要对你解释也无法解释得清楚。是我不好，忍不住说了一些让你感到莫名其妙的话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些话的意思。感谢你的理解，那么我们差不多也该出发了吧。当然是继续修复崩坏三呢，总不能把工作都推给爱将们吧。坐标定位完成，链接通道顺畅，网速检定无异常。嗯，一切就绪，今天也要唱完我们的崩坏三哦。大家的崩坏三终于恢复正常了，谢谢你，舰长。